掀开经本，诸佛神设法，佛此普光严藏诸佛神，得悉除一切世间暗邪陀门。这一段呢，也是举了十位上首来做表法啊。诸佛，我们前面呢曾经介绍过这一类的大众，他们能视现种种光明啊，光明就是表智慧，熄灭一切众生热闹啊。那么凡是从事于这一类工作的人，都是属于诸佛人。由此可知，华严里面所讲的诸佛啊，不是普通的佛，智慧之佛啊，光明遍照啊。第一位，他的德号普光严藏啊，我们从名号里面呢，可以想他的意思。普这个字很难做到，如果有私心有我，普就做不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有我就不会平等啊，就有分别执着啊，无我才能够利益一切分别之处啊，才能做到普。所以佛法里面讲普度众生啊。那么这也就是现代所谓的多元文化啊，不分国土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啊，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看待啊，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。菩萨视现在这个世间，教化世间啊，他的教化比较上要深啊。为什么呢？智慧是破无明烦恼的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想象得到，他们是啊这个高级的教学啊，像我们世间研究所的性质啊。那啊，世间暗就是一般讲的愚痴无明啊
特别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，为什么今天社会啊这样的动乱不安？这个原因是没有智慧呀。是痴慢造成的，普光严藏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乘佛法，一乘了义的佛法了。唯有一乘了义佛法，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除无明烦恼。那么菩萨在世间以种种示现，这是这一类里头第一尊呢，由他这里来开端呢，我们学佛，学佛的目的，这个地方很鲜明地为我们显示。学佛学什么？学智慧，学光明。以这个为修学的目的，这就对了。怎么样把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光明显示出来的？一定要破除愚痴，愚痴不除，智慧不能现前了。那破除愚痴的手段，不能不修定，不能不持戒。佛告诉我们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一定的程序。如果说我们不要戒也不要定，就想开智慧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违背了自然法则。纵然我们讲世间有一等天才，佛法里面讲有顿超的根性，顿性的人，顿性也没有离开戒定。不过人家戒定慧呢一次完成，所以叫圆顿根性呐。不是这个根性的人，那要戒定慧逐步完成。那么这种根性叫见根。顿见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顿根的人可以不要戒定呢，那就完全搞错了。再看第二尊，普济光床诸惑身，得能习一切众生诸惑漂流热恼苦解脱门。前面的第一位是从破除根本无明下手，这第二尊以后
从别相上说了，啊，我们一般讲知莫无明，啊，一切众生诸惑，啊，这个诸是多，我们对于事出事法多迷呀。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，它的道理，它的相状，它演变的过程，啊，它的结果，它的影响，我们确实一无所知，这叫诸惑。因为不了解诸法实相，所以才流转六道啊！流转六道根本的原因就是迷惑，漂流在六道哪有不受苦恼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，绝大部分是在四相上随时随处为我们慈悲指点呐。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最苦恼的一桩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善缘少，恶缘多，彼此怀疑，彼此不信任，彼此预防，啊，我们叫防卫。这些疑虑不但没有消除啊，实际上与日俱增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彼此身心不安呐。啊，讲到最近最贴近的夫妻，这个现象在这个世间很普遍呐。啊，夫妻是整个社会这个基本的一个细胞啊。啊，社会组织里头最基础的一个组织，这个组织产生问题了，这个人要命啊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说社会病了，地球病了，啊，讲世界末日，我们看到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是末日现象啊。
有没有救呢？说实在话，确实有救啊！谁能救啊？大乘佛法。菩萨德号里面，你看德号有意思啊，普及光创啊，不是用自己一个人的聪明智慧，一个人的主张方式，不是的。集思广益，啊，用真诚心、平等心，去向各个不同的族群、各个不同的宗教、各个不同的行业，这里面有真智慧的人，虚心向他们请教，普及广传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服用这个方法。佛法再好再高明，如果不用这个手段，佛是用平等心，但是世间人心不平啊，他不服啊，你对他好他不知道啊，他不但不接受啊，他还要反抗啊，这就是权智善巧方便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。行事放弃自己的成见。听取别人的意见。尊重别人的意见。只要这个意见是好的，是大公无私的，是真正能够帮助解决世间苦难的，都好啊！啊，何必坚持自己的方式呢？啊，坚持自己的主张呢？产生许多的障碍啊，这不是功德，这是罪过啊！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怎样去学习。第三尊，大光遍照诸佛身的无动佛力大悲藏协同门，啊，普及光传啊，是讲原则。大光遍照啊，这就落实了。啊，真正做到啊。与一切众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，真正做到互助合作啊，啊，众生何以过得这么辛苦？前面讲没智慧，这个地方又提醒我们，不但没有智慧啊，没有福德，啊，
没有智慧，我们要教导他，帮他开智慧；没有福德，我们要修福啊。我们修的福啊，让他们去受用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与他的这些弟子、大菩萨、大声闻，日夜无间断的佛慧双修，他们没享受过。佛与弟子整个僧团都过托钵的生活啊，他们所修的佛慧呀，都拿来供养大众啊。有形的方面，我们讲产生了对整个社会潜移默化的教育，啊，这是明显的。暗中的，感得祝福护念。天龙善神保佑这一方啊，这个是一般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啊，感触不到的。那个修行人心地清净的人很清楚啊，利益无边呐！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目的，要后世的同学能够得到启发，依教奉行，尤其是在先前这个时代啊，要照佛经里面讲呢，无著卧室著卧到极处啊。世尊在3000年前讲五浊卧室，我们很难体会。今天讲五浊卧室，我们也听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，啊，我们亲身处在这个浊卧的时代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佛啊，认真努力修福修慧，要修大福大慧，慧于众生真舍之力啊。啊，经文里面讲的的无动佛力，这是大福啊。世间人修福没有到这个功夫，
为什么呢？他还会起心动念，这就不是大福。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，诸位想想，这是何等甚深的大定。定是福，定不但生慧也生福德。这个许多人都知道啊，定能够现通啊，通是福啊。大悲藏如果没有大悲心，这个福就不会被送给别人享受了。一定要有大慈悲心的，把自己这个大光遍照啊，这是智啊，无动复力，这是福啊，自己的福慧供养一切苦难众生。第四尊众妙宫殿诸佛神的普能除烦恼尘谢陀门，这个一段清凉大师注解的比较多啊，他说有云准梵本神明圣上瑞光普照啊，那么但是我们这个本子呢是众妙宫殿诸佛神，法门啊，他修的法门啊，有的经上说普能除烦恼尘啊，这是我们这有这个有的，但是有的本子说观如来神通力视线无边际这个文虽然不同，意思都能会通清凉的注子说得好，要想帮助苦难众生首先要成就自己的福慧，菩萨功德殊胜啊！为什么呢？人家福慧是无量劫修成的，我们虽然不能够轻视了自己啊，轻视自己是错误的，在这个时代只要对佛法具足信心啊，欢喜学习都是过去生中啊有大善根的人啊，
所有善根未必修福。啊，所以实实在在没有福报。啊，纵然有福报啊，没有福德。啊，我们今天在佛门里面看到这些出家人，确实也有少数有福报的，但是他的福报啊，自己受用啊，没有给一切众生受用。这虽有福，这个福报啊，没有福德了。有几个人能够像印光大师、像虚云老和尚啊，这两位大德，他们有福德，他有大福报，但是自己不享受，自己一生都过轻重的生活。社会也都供养社会苦难大众啊，这两位大德给我们做了示范，我们有没有看出来？有没有体会的？有没有发心向他们学习？啊，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他说或有本则具远，版本不同啊，有的 版本说众妙宫殿诸佛身，得大慈悲广因众生解脱门啊，清凉说得好，他说可能呢是传邪漏脱，啊，总而言之，在此地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学习，啊，众妙宫殿是现世的福啊，啊，大光遍照啊。是表慧也啊，我们接着看第五尊，无尽光极诸佛身，得光明照耀无边虚空界解脱门。这一位菩萨在此地显示的要我们拓开心量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量大福就大了，不但知道福也大了，所以他修学的法门光明照耀无边虚空界，虽然多劫修成，修的是什么？
我们也得懂得除障而已啊。智慧德相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从外头带来的。菩萨作此示现了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让我们觉悟，回头是岸啊！清凉在注解上有两句话，他说：“穷林极速啊，妙境难思啊。”实为祸本，这两句话说得好。啊，可是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两句，不知道啊，这是无明的根本。以为这样做学问还是对的了。如果我们读楞严，佛在楞严经讲的是，拿了一对照啊，我们就相信了。清凉大师讲的有道理，这个道理深深深深啊！啊，佛在楞严经上说：“知见立知是无明本。”啊，那么清凉在此地讲的“穷林极速”。妙境难思，想一想，是不是佛讲的知见立知呢？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无明的本。跟自性本具般若的本是一个本，这个里面的差别就是觉迷，迷了有知见呢，迷了有思啊，觉悟了没有知见，觉悟了没有思，差别就在此地。所以佛法说他是正因佛性，智道心缘呢，这是了因佛性啊。凡夫不善用心，为什么呢？不知不觉，好像自自然然，他就心外求法。所以，明心见性难啊，
不但坚信难，连我们念佛功夫成片都难。他搞错了，菩萨们聪明，他们用些什么内照啊？你看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的，他是怎么用功的？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无上道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人家向内呀，他不向外呀。这就成功了，我们专向外，举个最浅显的例子，专看别人的毛病，专门天天的在留意别人，批评别人，这些都在外头啊。菩萨不一样，菩萨的时候回光返照，看到别人毛病，他立刻回过来，想想我自己有没有。这就叫回光返照，这就叫内修啊！人家是这么成功的啊！看别人有好处，回头照照自己有没有，有好的要保持，不要失掉，把这个善因呢、善心善行呢，要叫它增长。看到别人的过失，立刻就想自己有没有，有赶快把它灭掉，不能让恶念恶行增长，这是四正勤啊。四正勤啊，就是内学用这个方法断恶修善啊，然后再升级呢，那就是修清净心了。修清净心一定要用智照心源啊，才能成就啊。心境都是广大而无有边际的啊！不用这个功夫，心量怎么能够脱开啊？实际上脱开心量是恢复本有的心量这才能修大福大慧啊。再看第六层，种种厌言诸佛身的种种福庄严极净光谢他们，第六层，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：体即法照啊，明即净光，一世成佛庄严身相。种种是多，厌言是智言，种种智言呢、
观察世间种种的境界。这样才生福啊，这个清凉注子里头说得好，体极发照。在一切境界里面修清净心，清净到极处就是极净，菩萨果位里面讲啊，极灭人，这达到最高的了啊，在人王经里面，极净这个极灭人的境界是法云地本觉妙觉啊，法云地是下品的，等觉是中品的，妙觉是上品啊。啊，寂灭人下一层，那才叫无生法人。无生法人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。啊，寂灭人是十地等觉，这个如来果地。心要不清净，哪里来的智慧啊？智慧呀，不是说听得多、看得多，不是从这来的。啊，如果一个人一昧只知道广学多闻，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常识丰富，视之变聪啊，他没有智慧呀、啊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从禅定里头来的。啊，说禅定，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。啊，我们讲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里头来的，这大家比较容易懂。啊，人。真诚到基础，清净到基础，平等到基础，生智慧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就是禅定嘛。啊，禅定里面生智慧，生福德，慈悲是福啊。所以清凉讲庄严身相啊，啊，我们在这个身相上就放光动地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的风度光彩啊，让一切大众跟你一接触就感到你这个人充满智慧啊，充满了慈祥啊，外国人讲磁场啊，他看到你啊，他就生欢喜心啊，这个就是佛慧的加持啊，他欢喜他就想跟你学习啊，所以这种加持也就是接引呐。没有福，不能度众生。度众生一定要有大福啊，福要靠自己修啊。
以其为十方宫殿，如须弥山诸佛城，得能灭一切世间，住去自然苦谢他们。一切世间呢，这是指六道啊，六道众生苦啊，啊，佛菩萨去帮助他，帮助众生，首先要懂得观机。众生苦难多，苦难最严重的是什么？苦难的根是什么？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常常教诲我们，从根本修啊。我们也要懂得了，从根本的这一方面来帮助众生，来挽救众生。一切苦难的根本是知见不正，也就是说，他对于许许多多的事理现象，他想错了，他看错了。于是从错误的想法看法里面，当然他也就说错了，做错了。这样才产生严重的恶报啊！啊，我们同学们都知道啊，种善因得善果啊。造作恶业，肯定有恶报。这个是没有法子避免的。于是，我们看看，要怎样帮助现前的众生呢？根本的方法就是弘法利生，帮助培养弘法人才，这是从根本救啊。那我们法心的同学们啊，发心出来讲经说法，这个在世间一切行业里面是一个很清苦的行业。啊，中国古人知道对这个行业的人非常尊敬，称之为清高士啊！啊，他物质生活很清苦啊，他是高人呐、啊，高士啊！啊，士是指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他是世间的楷模。现在人不懂，
对于这些人没有看在眼里，不知道尊重，不知道他们的可贵，用轻慢的态度来对他。所以今天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辛苦，觉悟的人晓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，我们受这个苦难值得的。因为得利益的众生很多很多啊，我们受这点苦难算什么呢？只要众生得离苦，我们就快乐了，我们就得到大安慰了。全心全力教化众生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先要修自己。换一句话说，最低限度要做到，我能说到的，我就能做到，至少要达到这个境界。我说到做不到，自己的德行没有能够建立，如何能感化别人？你的弘法利生在效果上来讲呢，大打折扣了。要能够在弘法利生收到很好的效果，你要记住，一定要说到做到。古人难得，古人在没有说之前先做到，先行其言，所以他教化的效果非常殊胜啊。释迦牟尼佛如是啊，孔老夫子也如是啊。先行其言，这是大圣啊。我们应当要效法。这样才能真正是上报四恩，下济三苦。第八位，微光自在诸佛神，得自在开悟一切世间下头门。微是微德，微神形容智慧光明。唯有大威德大智慧的人他才自在嘛。这个自在就是华严所说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他的法门是自在开悟一切世间，一切世间不仅包括六道，还包括了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，菩萨都在帮助他们。
啊。那么从微光菩萨来说，我们自己要没有得解脱，就不能得自在啊！自己没有得到真正的自在，大自在，如何能帮助别人自在？大自在是一切众生呢梦寐所希求的，谁不想啊？修行人想，不修行的人也想啊。虽然想，想不到啊。菩萨有这个能力啊，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从看破放下来的。你不看破，你不放下，你怎么会得自在啊？自己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世心大自在，世心大智慧，世心真正的福德，众生常常在那里观察，总有一天呢，他豁然醒悟过来了，这个做法是对的，这样生活是正确的。那他就得度了，啊，他就开悟了。所以开悟啊，不一定是从讲经说法了，见色闻声呐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开悟的人很多啊。啊，我们要把自己的智慧、福德、自在表现在自己的六根，所以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放什么光啊？智慧自在光明。啊，菩萨的代号微光自在。以这个去感化众生，帮助众生啊。第九位，光照十方诸佛人，得永破一切愚痴执着见解脱门。庆阳，这个这里住得很好啊！你看清凉住节，分别发相，永离不了愚痴啊，不分别发相。也永远离不了愚痴，这怎么办呢？要学菩萨，分别法相啊，要悟法实性，你就得解脱了。啊，我们这一般人这个困惑在哪里呢？就困惑在着相上。啊，分别而不执着啊。
连分别也不执着。所谓分别即是无分别，无分别跟分别是一不是二，你就解脱了。解脱门就是不二法门，你还有二，你就解脱不了啊。你怎么能够破一切愚痴执着呢？这个见是见解，是从心上讲的，不是从事上讲的。把执着的见解、分别的见解、妄想的见解都要放下了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那就解脱了，那就永破一切愚痴执着见。这个见是念头啊，这才真正彻底呀！我不着相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功夫浅了。虽然相不执着，你还念头还有，你还有念头。这个真正永破是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这才是真正永破，光照十方啊！所以德法里面讲一切，十方跟一切互相照应。这个里头就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聚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！功夫才圆满成就。从哪里下手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饮食起居里头去做功夫，去回光返照，六根戒除外面六尘境界，凡夫用妄想分别执着，把这个境界变成六道，变成了污染，严重的污染。佛菩萨也是同样处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他能高明的是他用六根根心，观察外面呢六尘的尘性，这就解脱了。差别就在此地，为什么呢？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相里头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心里头没有
或者我们讲情识，情识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性里头没有。教光大师著《楞严经》，主张的舍实用根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天台大师讲《法华经》，三执三观，没有立心意识。虽然很高明，可以达到相似境界，依他那个法门去修啊，可以修到四圣法界啊，超越六道了。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佛能达到这个境界，不能出十法界啊。所以教光他老人家的看法，天台之观啊，不符合首楞严的宗旨啊。他以楞严的教义舍实用根啊，用六根的根性，那勇破一切愚痴之处，超越十法界，生一真法界了。理一点没错啊，方法也很正确啊，谁会做呢？而实在讲呢，做不做完全在自己。教光大师的功德无量无边啊，提醒了我们啊，用情识有分别，用根性无分别。真正修行人我们看近代的啊，曾经到新加坡来过的弘一大师啊，这是老一代的，我们没见过面呢。弘一大师的老朋友到新加坡都是他接待，广洽法师我们亲近过。真正修行人没有分别心啊，无论对什么人啊，和蔼可亲。你看看那个广洽法师有一次给我说弘一法师到这边来，信徒们招待他啊，那个菜呢，都实在讲都不是他平常吃的习惯的东西，可是他在信徒们吃的津津有味。广洽子，这个太咸了，很好吃，跟咸菜一样啊。那个淡的时候，这个很好吃。没有分别啊，所以吃饭他在修行呢，不执着酸甜苦辣咸，他用舌根的根性在修明心见性，人家在修行。我们在那天天挑口味啊，挑口味是造业
待一个众生，一切众生，修行人也知道众生有善恶，不知道那不变成白痴了？他吃东西也知道酸甜苦辣咸呢，那不知道那舌不变成麻木了？在这个里头啊，不执着，随缘消旧业，消什么旧业呢？消分别妄想执着，消这个东西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一天比一天淡薄，哎，业障消了。古代这些成语啊，大家说起来，都听过，自己也会说，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，自己呀、不能落实，不知道怎么去做。不能把它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能把它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，学了没用处啊！所以该轮回还是搞轮回，该生死还是搞生死。看看这一些大德、古大德们，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在工作里头、处事待人接物里头，你就观摩，就发现了。我们应当要学习呀。所以教光大师讲的舍事用功，一般人讲的这讲的太高了，我觉得不高。他讲的很实在。问题呢，我们不会用。会用那当身成就的佛法，幕后这一尊雷音电光诸佛神的成就一切愿力大真后谢他们，清凉大师注解的不多，一心福愿，故能现世做四字后啊。这个提示非常好，雷音跟下面大真后前后相应，我们都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四弘誓愿里头这一愿是主啊，后面的三愿都是为这个愿的，这个愿就是弘法利生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！愿要没有行，这个愿落空了，是虚愿，是假愿。愿一定要有行，一行见愿。雷音电光都是代表行，行动啊！所以能成就一切愿力啊，在这个世间做四字后啊，四字后就是讲经说法，唤醒大众。帮助大家了，从迷惑颠倒醒悟过来，
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是不可思议的壮举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！啊，这是真实的利益，真诚的服务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用什么呢？就用这个方法啊，就是用这个法门呐、啊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，一个人发愿求觉悟，佛菩萨也不舍弃他。也要帮助他，也要教导他。这个理事都很深广啊！我们读佛经，看看经典佛说法的当机者，当机者一个人呐、啊，这一个人求法了。向佛求教啊，佛为他所说，别人大家在一起都听到了，请发的人也普度了众生啊，集结经藏的人把佛所讲的写成文字留给后世啊，让千万年之后的众生读到佛经呢，如同面对佛陀教诲，通通的读了。我们想这个功德多大啊，这个工作多么有意义，多么有价值啊，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